请问你找谁？我是秦子琪的母亲，有点事想单独跟你聊聊。乐乐，嗯，你先出去一下。好。哦。这位太太，探病时间只到十点，你可要注意时间啊。还有，你可不是这家医院的董事，讲话不要太嚣张。秦太太，来，请坐了。不用了，我站着就好。还有，我跟秦子琪的爸爸离婚已经很久了。叫我叶董事。叶董事，我在说呢。啊，子琪怎么长那么帅？原来他妈妈哦，长得这么漂亮了。哎，这你应该做回应哦，送给妈了。你这么有钱，你可以自己买啊，顺便帮公司冲点业绩嘛。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了？果然是被人带坏了吧。我问过医生了，他说你过两天就要动手术了，你还好吧？谢谢啦，谢谢叶董事的关心，还有谢谢你的帮忙。我有听我们家新人讲哦，那国外的医生呢，是你帮我们请来的。请国外医疗团队过来，在你来讲可能是这辈子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情，但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件小事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我是乡下人啊，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。可是我们家杏仁不一样啊，他是大学毕业的哦。也不说外高啦，可是哦，他真的很乖很听话。还有啦，你们家子琪哦，长得那么帅啊，又那么善良，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小孩呢。我们家子琪本来就很优秀，不用你来告诉我啊。子琪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软，看到弱势的人哦，难免同情心就会多了一点。我这么说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你千万不要多心哦。什么？子琪，你来了。不要怕，我会在外面等你出来。子琪，你帮我陪陪杏仁哦，嗯。状况怎么样？手术很顺利，
戴医师呢，不愧是权威，他的技术呢真的很高明，病灶切除得非常干净。现在呢，就等你母亲在恢复室呢，恢复意识清醒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她送进病房了。那之后呢，我们用化疗来控制，要治愈她呢，非常有希望。谢谢医生，谢谢。应该的啦。你妈手术顺利吗？你来这边干嘛？我来付医药费啊。叶夫人，很谢谢你找这么好的医疗团队来帮我妈看病。你妈妈手术顺利就好了。子琪，妈有话跟你说，跟妈过来。有什么话在这边说就好了。没关系啦，你们去，我在这边陪我妈。干脆我也来生产大病算了，看看你会不会像对沈清仁他妈那样对我。你找我来到底要说什么？妈找你来是想告诉你，妈同意你跟沈清仁交往。你该不会又要开出什么条件吧？没有条件，妈想过了。既然你那么喜欢沈杏仁，不管我怎么说，你还是坚持要跟沈杏仁在一起，那我又何必要做个坏人呢？让你生娃的气，不认我这个妈。那天我跟沈杏仁他妈妈聊了一下，他这个人是真的很亲切。连我这个铁石心肠的人都喜欢上他了。现在这样，你满意了？嗯。那还不快点给我过来！我就知道你最疼我。当然了，我就你一个宝贝嘛。沈妈还好吗？嗯，你妈妈呢？她回去了。她找你什么事啊？她答应我们两个交往了。真的，知道最近发生一些事情让你很难受。我知道
实有很多事情你一直都帮我承担。不管是因为我妈的病，还是因为我，真的很谢谢你愿意陪在我身边。